咱们缅维护轴承与普通轴承相比有什么特点呢？首先的话，外形和尺寸相同，安装方法无变化。咱们缅维护轴承最大的优点啊，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无需维护，就能从安装到一直寿命结束都能稳定工作的轴承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正品的 SKF6010 轴承，看一下这个正品的橡胶密封，看一下它的弹性怎么样。这个呢是国内仿造不了的，这个生产于意大利的，适合高速高温的情况下使用的。关于怎么分辨正品人本轴承啊，首先的话，正品人本轴承外观是少油干燥的，胶片字体清晰，材质较厚，包括倒角的部分也和高仿的是有区别的，还有气味啊，正品人本轴承的气味是不同的。